既然你这么喜欢跟我相处，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，好好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我们两个更亲近了一些？啊？还要更亲近一点吗？别闹了。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你非要这样是吧？来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，哎哎，你如果再赶我走，我还有更过分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别乱来啊！住，随便住，想住几天住几天。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吗？赶快休息吧，今晚你睡床上，我去那边守夜。你确定？君子不趁人之危。没出息啊！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，这陆言的艺术是不是又精进了？真是个妖孽。